非常之熟悉嘅呢一班 artist 噶啦，我諗唔需要多介紹啦，就係、是、包括 Mira 同埋 Era 啦，有請多位。哇！你知唔知道我每一次聽到你哋做 show 咧，嗰啲 fans 真係就好似頭先咁樣噶啦。咁啊，唔逐一介紹你哋噶啦，因為我哋好多嘉賓咧就係、是、陸續嚟緊啊。不過同大家打個招呼啦。哇！你啲 fans 好勁啊！有冇領隊講幾句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 Mira 同 Era 啦。咁我哋收到呢個消息可以參與呢個金像獎嘅紅地氈，我哋已經好興奮，因為我哋每一年其實都有睇直播嘅。咁好希望我哋嚟緊可以用其他身份，下一次再參加呢個金像獎嘅時候，可能用演員嘅身份去參加啦。咁希望大家今晚可以一齊去欣賞呢個 show， 支持其他嘅提名人。OK，thank you， 多謝曬 Anson。好，多謝曬。好啦，咁大家可以咧就係入去場地，慢慢享受今晚呢一個嘅 show 啦。其他有冇咧？依人咧？我如果我揀嘅話，我都係會揀做人總要信咯。因為我哋嚟即其實呢半年都發生咗好多嘢啦。我諗在座咁多位都冇相唔會咁相信自己會嚟到金像獎啊，又或者係較早前嘅叱咤。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哋相信繼續做好自己，咁終有一日都會可以達到我哋想做到嘅夢想。絕對係啊！咁所以有 Mira 咧就有夢想噶啦。多謝曬咁多位啊 ！Thank you， 多謝咁多位。問咧？冇錯啊，係咪啊？試把一次。你哋咧？你哋有冇其他選擇啊？我比較熟悉的龍錦威，我哋有請姜浩，唔係姜濤，仲有 Anson Kong AK 同埋 Ian， 我哋有請姜濤 AK Ian， 全部都兩個字發音嘅，係啦，一嚟係支猛料啦。喂，你要唔要介紹一下自己啊？好，唔使啦，係咪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ra 嘅姜濤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Mira 嘅 Ian。大家好，我係 Mira 嘅 AK。咁你哋幾位都應該知道，今年行金像獎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幫我哋兩位兄弟去壓時間啦，係咪？好，咁就交俾你哋啦。你哋嚟啊！你好緊要㗎，你咧可能咧你怎揸住支麥，然之後下得幾下，然之後咧可能由600几，然之後變6000几嘅，幫幫手啊！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 Facebook Live。你係邊個？我係姜濤。又再重新介紹。又講一次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 Facebook Live， 我係 AK。咦，啱啱咪介紹完咯，咁不如我單刀直入講下電影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！咁咧，好啊，好啊 ，Yo man。Yo。呢啲咪貼題。No problem, man。Ian good job。嗱，講起金像獎今年最佳電影提名啦，如果我講自己個人最喜歡嘅一套咧，就當然係《淪落人》啦。咁首先秋生哥嘅演技咁不在話下啦。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睇呢套戲咧，就喚醒翻當初睇一套外國電影，就係亦都係講。同樣的劇情的，不過是有少少都是 racist。 我還記得呢那一個、叫做管工啊，照顧看護是一個黑人來的，咁而個男主角呢亦都是一個，你知邊套啊？閃亮人生啊，好似係，好似係，我唔記得咗個名啦。而係咯，我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嗰套電影，係啦，所以都翻拍啊，美國都翻拍咗。不過我哋講翻香港先噶嘛，係啊，香港咪係香港電影金像獎，你又睇好《淪落人》，你呢？我自己最喜歡今年就是逆流大叔啦，因為逆流大叔我是聽了他的歌，看了他的 MV， 然後之後再去看他的戲，然後他裡面是講爬龍舟的嘛，我本身以前讀中學的時候都有爬過龍舟，都攞過一次金牌的。 哇， 哇，對著鏡頭講我可以拍逆流少年，我是拍逆流Teenager， 呢個 Teenager， 係啊，所以我今年最喜歡是逆流大叔這套戲。有 taste， 有 taste。 你呢姜濤？我最喜歡的是《無雙》這一套戲，今年，因為我自己最喜歡周潤發和郭富城這兩位前輩，當初見到他們兩個一起拍這套戲，我就已經覺得很期待樣。這一套戲我覺得整個劇情和結局是你真的意想不到，你是一啲時間都沒有浪費到的。這一套戲真的是你要看到最後一刻，你才知道整個劇情和整個電影的名字聯合在一起樣。厲害。問題，喂，很緊張是吧？是吧？喂，如果發哥教你揸槍，你想不想學啊？揸槍，你唔覺得佢揸槍好有型咩？係啊係啊，呢套戲都有。好似你見到咁啊，你應該揸住兩支 AK 出嚟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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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噶嘛。揸住呢支，揸住呢支 AK 出嚟，喂，你一齊揸住拔下，可能有多幾千人睇咧。係啊，係嘛？佢嚇話你喎，隊長。好啦好啦，隊長呢啲咁嘅人要教訓啦。好啦，多謝你，多謝曬。可能而家已經有萬幾噶啦，多謝你。好啦好啦。好，咁我哋換個下一批好嘛？好 ，thank you 曬，多謝曬兄弟幫我哋撐場。好，辛苦曬。
好，我哋先啦。一大盛事啊！咁講到咪係盛事啦，當然現場就係星光熠熠啦，大家都好期待咧，就係快啲知道啦，各大嘅獎項將會係花落誰家噶。咁廣告翻嚟之後咧，就會為大家揭曉，而最緊要嘅就係今晚大家一齊 enjoy 呢一個 party。